喂，秀中组三十二号，洪启兄，这久无看呢。好，你等一下哦。先生，你的电话。啊。喂。你最近好吗？药厂打算要搞调转去本部，我想要听看你的意见。我写的有什么意见啊？我来先聊看。对你出租金的，到迄个时阵我都无当甲倒边。我知影，是你上心来输。唔够我会当选得老的，公司袂免强。在了，秀总，照你讲好，我就随老来。我讲好，你就真正要老来啊？当然嘛是真实的啊。我当然想要讲好。啊，不过我无这个权利。我无法度脱离，伊无可能强制。秀忠，我讲过，我愿意一世人陪你，就算只有陪你，求你点头。你前半世人已经去互别了，敢讲你连这最后一丝仔感情你也甘愿放弃？我唔甘愿，阁是会当安怎？我袂当给你拖落水，人敢真正连一点仔希望拢无？一世人，我真欢喜会当拄着你，我嘛真感谢你会当一直陪伴伫我身边。啊！不过我希望你会当回你的故乡，重新找一段新的感情。祝福你，感情亲像风吹在飞，飞远远无地找。冷冷的风来讲情话，假情假意，请你收回。一阵雨，一阵风，风吹南甲淡孤孤，我的心苦伫风吹遐。我是一个无资格谈感情的人，虽然我心内有你，啊，不过敢来感觉这，就留一个真美好的未来。纤纤小手的面容，该好好牵你的手。
相信。